好的，咱们继续 PS 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出门一趟钱攒够了，咱们把这个活用掉。好，学会了。我要去学武功，我估计我又快升级了吧。我看情况吧，如果看的小伙伴多，就直播到通关呗。教我武功吧，我不。下面来 MVP 是吗？系统现在还是有问题啊。一是我直播间的这个标题改不了，第二呢是，就是礼物我看不全。厉害个屁啊，这玉女剑法跟你喊一嗓子有什么关系？呀啊！不行，我再试一下。啊，拿剑的手好稳啊！比嗓门我也会啊，怎么样？跟着我上，跟他上山。好，外功又增加了10。江南七怪成为伙伴是吧？2、3、4。哎，我先这个、进这个啊，这个好像有宝箱拿。对，这个有宝箱，人参。哎，咱们看一下江南七怪的强度啊。这个手机、PS、PS1、电脑都可以玩，看看咱们的状态。外攻100，攻防50，攻防50。配备了一个强打武功，玉女剑158，不错啊，不错。江南七合一，哈哈，七合一怪宝箱啊！哎，又是两个受伤的，那我现在可以虐他。哎，江南七怪使用什么武功？消费20啊，这个是要耗内功的，咱们还是要妙手空空，来吧，妙手空空吧。郭靖呢？郭靖来越女剑，越女剑明显比这个空手夺白刃要好用啊，开打！看你找死吧！我去，99。金兵不携带任何道具，钱都没偷着。65、58啊，我以为守规矩啊，强打71、63，不错。月女剑法，不公平啊，这不公平，封神天地通关了，你说你都没来看，还这么关心波波波干什么？我发现很多小伙伴儿真的，我播的时候不来看啊，然后等我通关了还问呢，为什么不播？你说为什么？看你找死啊！
剑，直接砍了。你就混蛋！《神剑天二》完全版乱码怎么解决？按照人家压缩包里的说明解决。哇，这个血这么多呀，一剑都没砍死啊。被克了的话打不着对面，就是被动挨打了。我玩的是哪版？我玩过 2.7 也玩过 3.1。 哎呦，这回看起来对面的怪厉害了啊！56四折是确实厉害得多。血量也不少，可能100出头了。多利用师傅偷东西啊。我的不耐烦了。我不是第一次玩这个。100滴血，别想逃。那种受伤的精兵才20滴血。残血了，今天怎么可能通关？江小白，我不喝酒啊，我是不饮酒不抽烟的类型。哎，真的啊，这郭靖我怎么感觉升级好慢？龟板，重装机兵早就播完了。这个游戏我今天刚刚播了40分钟。乌龙起水，我今天刚刚播，刚播了40分钟。标题改不动，我找了后台的人了，也改不动，就只能这样。妙手空空，哎呀！一个妙手空空104。别想逃！你这混蛋！哎，他竟然用的脱靴转身，有刀不用，用空手。
附近，我求你升一级啊！升级了，外公又增加了10，运用剑法升级，不错不错。不得山药。哦，先到这儿看看啊。拿到山药，这东西偷的，我天！70多了啊，我这数值已经70多，哎，80多，他都强打了。月女剑法，照脑袋就是一剑，平台是 PS， 游戏是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哦，这是个死胡同啊！这里你应该给我个宝箱啊，不然我白来一趟。这样打，这样打。别想逃！今天我本来想播《最终幻想九》的，后来还是选择了这个中文配音的。龙取水用啊，他们空手那招就是，哎，这回就是，看，死去吧。上楼，现在是2层吧，咱们要到4层。宝箱，龙胆草，听起来是回复什么轻功内功的。这是射雕。对，4层是梅超风。空，我也想学呀，我也想偷东西。我的不耐烦了啊！这就是乌龙取水。
柯震恶是，柯震恶不是外号飞天蝙蝠吗？他通过超声波定位的。好，第四层。风姐，韦超风还活着，什么时候和金兵勾结在一起了？呸！什么金兵跟银兵的，跟老娘没关系。你是谁？快说出来！韦超风，你还记得飞天神龙是怎么死的吗？当年你初恋九阴白骨爪，乱抓人做练功的活靶子，让我兄长撞见。最后却死在你的手里。你是江南七怪？我呸！他是江南七和一怪。是给飞天神龙报仇来着吗？不错，兄长之仇不能不报。还有，那些无辜死在你手里的人的仇也不能不报。哈哈哈！好得很，咱们就较量较量吧。好，接配。啊，这回吃亏了，人家是外骨，人家这回是外骨。你没守规矩，再吃十年饭。粤语剑法，哈哈，过界立功了。麻痹中，粤语剑法，海关双女，解了，哦，九阴白骨爪，我去，八十。汉莲草干嘛的？回血的吗？可惜郭靖。看你往哪里逃！郭靖可惜级别不高，帮不上忙啊。卡在吹笛子那儿了，他有很多小游戏真的是比较。哦，外功没有了。内功没有了。还有点内功。陈玄风啊，陈玄风没有这个角色啊，本作没有这个角色。郭靖扑街。有点内功。哎，再吃十年饭，降魔杖法，
赢呢。一百侠一只，郭靖又升级了。啊，这回加的是内功。哦，刚才给摄影师夹鸡腿啊！我老娘可不会认输的。迦南七怪，你等着瞧吧！有种的不要逃！我现在去准备超风，你在村子里等我。好厉害的武功！他叫江南七怪，这名字好听啊！什么时候才肯收我这个？咱们回村，让咱们回村啊！这个开关后面能打开，现在打不了啊，你走吧，回村儿。